选美皇后徐志琪、徐子宁，过去以辛辣言辞和 F 奶火辣身材闯荡演艺圈，与林维林、刘一星被封为新三宝。四年前淡出，转往大陆商界发展，目前是二家公司董事，但他仍不时会在社群分享近况。近日他到日本旅游，并 PO 出穿着高叉泳装滑雪影片，让网友看了都吓歪，太狂了。徐志琪晒出泳装滑雪自拍，并写下暖暖身而已，今天没下雪，雪道滑又硬，拍的不是身材，不是滑雪，是我大无畏畏的青春。影片中他穿着蓝色高叉泳装，胸前大开， F 奶快掉出来，私密处也跟着现形，性感十足。网友见状都大赞他太强了，没有最狂，只有更狂，身材太魔鬼了，好美，真猛，不会很冷吗？这滑雪技术真好，太厉害。